大家好，我是张叔，标记部的核桃呢熟到了熟了。我今天抽个时间呢，给他把那个树下了，因为树枝高，标记不敢爬上去。走吧，扛起枷锁，走。要是那个楼梯不好安哦。这个安稳噻，把脚趾安稳。等下你屋里那个核桃都掉个好多下来了，等下你就来捡哈，我上去靠。好。这个高，千万把楼梯安稳呢。把那种湿压压的地方，把它来刨开，包括纸壳子啊，或者是骨头那些，拿来把它弄这，垫到它就不容易滑，知道吗？那就不稳，再拿那个瓦片儿，来塞一下。打地精个。对。嗯。看来表叔上树喽。猴子爬树啊。等下回去拿把刀子来，我把这个野山取下来割个，要不然又抢我老婆子出去。